何为安心？如何安心？我们先要问什么是心。烦恼与执着是心，自我中心的执着是心，随境浮动啊是心，随境浮动的念头是心，还有呢贪嗔骄慢嫉妒疑虑等等烦恼都是心。这个是什么人的心呢？是众生的心，所谓自私心，自我中心的一种啊执着，这是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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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今天我能够讲这样子的禅法是我的智慧，请问这个是烦恼性呢还是智慧性？如果是这样子叫做烦恼性。因此说这是我的钞票，这是我的地位，这是我的名，这是我的利，这是我的权，这是我的所有的一切，有这种心呢不能说坏呀。有这种心，如果说是因为自己呢有这样子的身份，所以应该有这样的责任，这不是坏事，这也不是烦恼。如果说这些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把它当成呢自己的工具来支配，把它当成自己的附属品来啊运用，既舍不得把它放掉呢，也舍不得把它用掉，不断地不断地说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到最后全世界都可能是我的，到最最后，请问诸位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？世界不是我的，一切都不是我的，请问我这条老命是不是我的？是不是啊？到最后连老命都放下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？所以烦恼心和责任心是两回事情。责任心可以讲是慈悲，是菩萨的行为。我刚才讲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这是都是我要照顾的人，关怀的人，这是菩萨心，是责任心。如果说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要，这是我的支配，我的所占有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是烦恼心。现在诸位可以听懂，我们应该要舍烦恼心而取什么心？责任心。责任心跟慈悲心呢是相应，甚至于根本就是相同的。智慧和慈悲是心，这个是菩萨心，这是佛心。菩萨与佛以慈悲和智慧为心，如懂得安心呢，就见到众生的心就跟佛的心相同，是佛法也是禅法，就是佛心众生心，心心相应，心心平等，这就是离烦恼而有智慧，那就是懂得安心的人。下边呢我要讲安住身心有四个层次，要把身心的安定和安住有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是上等人，把身心安于菩萨的道义的修行，
菩萨道的修行我们刚才讲了，就是智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慈悲。以智慧行来修慈悲行，以智慧心来修慈悲行，这个就是菩萨道义。这是上等人一定能安心，这种人已经是到了无心可安的程度了。中等人安心于功名利落的事业，落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得到的，得到的什么？得到的报酬，就是说这个人很有福，也很落很高。他们也为人，也为社会，为自己，为人，为社会，他们有理想，也有啊自己的啊事业的目标。差不多一般的事业家都是啊在这一个层次的。下等人呢，把身心啊安于啊名利的追求，这个名啊是浮名，是虚名，是福利，是啊不实在的，所谓偏财横财。利名如果实至名归，水到渠成的名利啊，并不是坏事，也不是罪恶。往往名不是追求来的，自然的水到渠成，自然有名。利不是啊用坏念头、坏方法、不道德的行为争取到的，那这种利啊是利己、利人、利益社会大众的利，不是很好吗？自利利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菩萨行，自利利人而不以啊功劳者自居，这就是啊禅的观念。下下等人呢，这身心啊无处可安，不但为自己增添麻烦，也为家庭社会制造困扰。因为身心无处可安，所以呢就只有啊制造是非乱源。因此我们希望那一些人呢也能够安身心。如何的去叫他们去安身心呢？那就是你们诸位菩萨的责任了，把这个观念呢能够传播给他们，帮帮他们的忙。这个就是行菩萨道，也是做的大功德。祝福大家，祝福诸位菩萨身心平安，安居乐业，成就人间净土，早日成就佛道。阿弥陀佛。